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七海八極拳 QTR 静か論。金城武跟志村健耶，哇，躺在那边是弟妹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，这角度好邪恶啊！日本阿西亚航空，要死哇！哎，皆さんごきげんよう。今日は，哎，不是啊，我们不是日本频道，是不是？我也只会说到这里而已。哥，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好朋友开的，好，这个已经不陌生了，从不服老到不服老二，现在不服老三了。不会，今天剪头发的片段会少一点，主要来这边开箱一下这个我们 Ken 厂的新酒馆。哦，不是，它不是酒馆，我跟你讲。虽然是这个027酒馆有没有，但是他开哦，我知道酒馆是开8点到2点 Tuesday until Sunday、OK until Sunday， 然后这一边呢027法郎 Gentleman's Morning， 哎，为什么是 Morning？ 绅士的早上，对哦。然后这个是 Opening Time， 哦，这个法郎是11点到晚上8点，紧接着就是我们的酒馆。虽然这个我们有健身不喝酒，不过这个偶尔小酌一下，来剪完头发之后直接上吧台，好不好？啊，不知道可不可以有一些特殊的服务，我们等下进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黄铜，看到这就想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一瓶蓝色的小小的，有没有？红色盖子那个，打开有没有？啊，推我，啊，要推亮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想到那个。哎，这真的，这装潢真的太漂亮了，非常符合我这个年代。有符合你的年代吗？应该有啦。有吗？你喜欢这种时代吗？进去看一下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。来，我们首先看到这一排，哇，哦，剪头发的，然后这边就是我们酒馆，有没有？哦，那边有个 bartender， 哇，我来啊啦，这么快，你看到？你很少看到一个酒馆或甚至是法郎有点钞机的，不是，欸，日进斗金啊，我操，不是啊，应该很多人都有啊，日进斗金啊，这高消费啊，我操，会不会是扒皮店啊？当然不是，开玩笑，我们这边高贵不贵，剪一次头发20000块，然后再搭配一瓶红酒，欸，是吗？82年的，我操，差不多，好吧。哦，那剪完头发，对不对？哎，欸，这个再喝完酒结账20万，对，而且没有付小姐。哎，欸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下次这样我来安排啦。哦，欸，你就找一些小姐在外面交友软体交一交，欸，就是哎，欸，我知道一个好地方哦，可以喝点小酒，也可以剪剪头发，我请设计师帮你设计，好像还不错。好，哦，然后就带进来，那大家谈好就好了。哦，啊，不行啦，哎，欸，人家片场不用靠这个好不好？我现在发现我着了他的道了。欸还好啦，所以要过来这边剪头发的，酒馆我是还没来到，剪头发我先讲好不好？要过来这边剪头发的这个朋友要小心，好吧？你有可能一来剪完之后呢，你就离不开他了，就跟我一样，女孩子跟到我这种做口碑的那种感觉一样，走不了了。其实我也希望离不开我是女人，对啊，通常女生就要夹掉都分不开了，除非泼冷水。不是，白天啊，基本上啊，客人很多都是棒子，然后晚上的时候，对，都是妹子哦，真的。有一次啊，我下班的时候，然后晚班就是酒吧的那些员工来的时候，同仁来的时候，然后就有一堆妹子进来，我吓到，我想看，怎么这么正？不知道这是太久没看到，太久没看到了，对，在当兵是不是啊？不是，我就开车回去啊。哎，你看他从那些杯子就看得出来哦，他是一个非常有纪律的人。哎，这是实话啦，因为其实我是还蛮要求环境整洁的，对，對啊，就是这个服务嘛，我们称为色香味，不是色香味俱全啊，就是五感，圣斗士星矢有第六感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对对，小宇宙，小宇宙，丢，
就是我秉持着中二小宇宙的精神，让每个顾客进来的时候，他就算不了解这里的文化，但是可以感受到里面的氛围、意境，闻到的味道，然后看到的东西，一切声音啊，这种感受，所有像这个是黄铜做的，我看到这个我就想要拿一瓶那个蓝色、红色盖子的那个，然后铜油是不是？其实我们之前我们都有推，然后都有弄。可是到后来真的累，一定会懒呐、啊。不是那个真的很辛苦嘞。他以前一个妈小小皮带头就要推多久了？哦，推到死啊！他妈这个快要几个皮带头、哦？没有，这个我们直接买机器，你知道吗？他啊、哦，有那个打磨的，对，聪明多了。然后后来我们觉得说好，就走这种复古的感觉，就让他这样下去吧。一开始犹豫很久嘞，因为我们晚上的这个bartender其实蛮厉害的。所以欢迎大家晚上可以来喝一杯，尤其现在已经二级了嘛，解封了嘛，对，对不对？像我们的这个疫苗施打率也差不多达到七成以上了。那到时候现场这边准备一些传播的电话。那个传播来之后，铁门会拉下来了。铁门拉下来，秀舞，我操！来，先秀歌啊，不是 那我们先请现场带我们逛一下这个环境啊，没有问题。开箱一下这玩意，第一次来，我看他影片看超久，我是想说，妈是不是拍起来漂亮而已？哦，这个现场看是不是更漂亮？现场看是除了漂亮还有质感。你看我们导演就躲在后面，真的吗？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他也是我的这个027的创办人之一。是哦，对，他是我们店里面的经理兼打扫打杂，对，都是这样的，创业维艰。对，我们泰山也是啊，好的、哦，什么都要兼，对，业务兼摄影兼剪辑兼这个企划，干，难怪他妈的那么大只，整个接了一下以后，整个体重增加十公斤，肌肉量提升，没有，泡芙人，这个还有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个桌面啊，像我们剪头发的桌面，大理石的，对，大理石做的，那时候我们在讲说，哎，我们还要务实一点。那时候我就跟我这个导演，我有看片子里面讲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啊，我他说，对啊，你还是冲了，啊，是他冲了，哦，是他冲的，不是你冲了，哎、欸，是他跟我说，哥，你知道那个大理石很贵吗？我说好吧，那就贴好了。然后没多久他就敲我说，哎、欸，我们这有大理石很屌哎、欸，然后我就哇，干，真的好屌哦，干多少钱？好，很贵，真的很贵，这都是钱，对，这都是钱，这钱砸出来。其实我们这家店啊。如果以一般沙龙来讲的话，以我们这种坪数40坪啊，我们这一间用一般沙龙开的话，一般沙龙的规格去开可以开三间。对，我们花的钱可以开三间，看得出来，可以开三间一般的沙龙。一般沙龙隔一隔就好了，反正对啊，镜子弄一弄就好了。啊，对啊，人坐进来就跟我们去手工店一样，不是手工店啦，我们去那个手工鱼丸店，对对对对，或制服的穿制服的啦，穿制服你光一关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有时候去吃个姜母鸭，发现哎，这对面就突然有经纪跑过来说，哎，这是上次你点，一看，哇，看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灯一关，什么都不一样了，酒一喝，我跟你讲，这有一首歌，傻瓜，你知道吗？傻瓜，关灯都一样。那个是不是这样唱的吗？哦，不是，那个是温岚，苏慧伦阿拉西，苏慧伦不是也唱过一首傻瓜有吗？苏慧伦是什么？有，好像有，有啦，他是快节奏的，对，他的节奏稍微快一点。好了，我们回到正题，我们来讨论一下，你今天你头发打算怎么弄？对，因为你刚才你本来想要弄怎样啊？我听看看，来，干整个干掉啊？怎么干？就是用手干啊，我们把头发剪短，旁边跟后面不要推掉，对，还是要有男子气概、野性的感觉。对，现在谁在推，对不对？对，是在当兵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旁边跟后面留点长度，对，上面短，往上抓起来，对，然后头发有点卷度，那跟我想的差不多啊。对啊，有不一样吗？没有，你刚刚跟我讲说你旁边要有长度，我以为是要盖到耳朵一些。哦，不是啦，我是说鬓角。那 OK 啊，不是说鬓角，那他的想法应该跟我一样，就是那种大人的那种金城武士短发啦，上面有点卷度，把颜色改一下。好，太白了啦，好，好不好？就这么下去处理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 Go， 耶，来哟。哎、欸，上次跟馆长合作，啊，对啊，你知道那个，你知道他跟你合作前，嗯，因为我有去他办公室呗，对，因为我们有剪头，我知道啊，他就一直问他说，他一开始不知道你是谁啊，嗯，对啊，嗯，然后因为下面一直敲啊，嗯，我找小师，嗯，对，然后我就说，哦，我说没办法，你没看到，你应该没看到，我没有看下面，他的对啊，我也很少看他下面，对我看他下面什么，对，我都看上面的改。
没好。没有，干，挺帅的呢。干，徐乃麟，靠边。先瘦下来再减，先瘦下来再减。妈的，那可能要留到屁股了，直接处理了啦。对啊，奶哥同时处理了啦。奶哥，奶至尊有看到？你说我做哪？我哪？我错了吗？七海八極拳 QTR 静か論。我们来个20分钟。大家以前国中自己来头发，以前我还用过秘鲁的，你有没有用过？还有双氧水，有啊，整个头变得鬼冢秘笈。对对，小时候用秘鲁啊，双氧水。而且染出来的颜色还丑，就白染诶，就橘橘黄黄。对，泰山要不要？我帮你拍一集啦。你头发比较多啊。用双氧水。对，用双氧水，还有啤酒。然后实测说是不是真的可以染头发？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啊。你有弄过吗？你小时候有用双氧水、啤酒弄过？不然你用什么？去点灯泡。不是啦，以前小时候没有钱，也不敢去。给人家弄啊！国中的时候不敢进去啊。对啊，你就说干那好高级。对，感觉没有钱啊，很贵啊什么的。而且你知道我以前超蠢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就是那个金鱼牌漂粉，对不对？那头上以前不懂，摆越久越好，我就把它放，我摆到睡着，然后到晚上洗掉，变白色，没有变白，就是很金啊。那时候我就是你知道国中暑假，你也只能国中暑假弄啊弄。对啊，干你上学你就不行了，你就会被洗澡水打到死。那时候就是整个筋就是屌啊！对啊，对你没有弄过，看那死宅男。我以前是阿宅，肥宅现在变成野马帅哥，没有野马肥宅干。野马肥宅。泰山走到哪里都妈都会被抓包，我很多粉丝都会传泰山的动态给我。那天在天母，然后还有一天是在那个，说在大直配馆，他到哪里都会有人跟我讲。现在还是很少，哦，最近是大直配很快，是不是两天？所以我在想，其实现在头发已经没有什么变化了。新的变化就是发型啊，你说你啊，没有说就是整个环境，对，所以我就在想，那时候看你们在弄的时候，我就在想说，现在应该又要往回走，对，现在已经用到90年代、80、90年代那一阵子大家这样剃啊，油头已经弄到烂掉了，对啊，现在要回到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对，应该我觉得应该是要回到我们年轻的时候，而且你知道我超多个人来剪头发，现在男生都开始理发，他就没有。以前呢，高中都要翘课去那个海中天打保龄球，打保龄球都不好。撞球以前是什么亚运？对，公馆一样，国际还是什么啊？以前那隔壁巷子里那好像国际还有的还没倒，对不对？在卖那个烧饼那个楼上，狮子林也有西门。你现在去看赵峰帮是一个老头，对，但他以前超强。对啊，干你啊！眼神很对立，现在一个老头子，看到跟那个杨什么啦，那个杨清顺，杨清顺他徒弟，对，没有，那时候最帅是刘信美，好不好？对，他美景，我操，嘴刚好薄冰冷，你看，对啊，台湾奇怪哦，以前电视还有安利杯，然后还蛮流行的，对，然后保龄球以前电视也都有，现在没了，哦，所以搞定了。对，我拿镜子给你看，真的好帅，头发变多，好
舒服哦。没办法哦。对啊，我都要了。我的头发长得好烦哦。搞定了。搞定了。搞定。哇，帅。舒畅。太舒服了。尤其是在这种地方剪头发，森林跟心灵都得到救赎。对，插个妹。森林就是。对啊，聊同温层，聊用啤酒染头发，用双氧水染头发。对对，我们国中时代的。对啊，国中偷偷在房自己在房间的嘛，啤酒。怎么偷偷在房间？听起来怪怪的。偷偷染头发啦。哦，染头发啦。哎、欸，其实我跟你讲，这个高贵不贵，我要先讲了，因为我还没买单。看他俩，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这个我先替观众朋友来尝试一下，看这个是不是扒皮店。不会，扒皮店不会花那么多钱装潢啊，应该是不会。所以我比较意外是他们这边哦，虽然是这个有酒吧，可是其实空气品质非常好，不会有那种，你知道 KTV 的 B 站。KTVAP, 你知道当然，我们这边不能抽烟。对啊，都抽到不行，而且我还买法国的扩香。对，所以证明说他们这个是在走这个质感路线。这也不是，应该不是那种拼酒，喝喝小酒谈谈天的吧？是吗？还是是拼酒？对，那我们是拼酒的啦。啊、有没有骰盅？哦，不是那种的，是不是？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然后走质感路线，不要来这边跟人家要骰盅。我跟你讲，这里没有，这里没有。对啊，我刚看泰山坐在那边后、哦、看电脑，我就觉得哇，直接升了。对啊，妈的，走进去再看 A 片，好不啦？好了、欸，我们这次 又搞定，然后帮大家开箱这个片场的新家。哎、欸，开多久啦、啊？开三个月。赞，对，三个月的。那我们就祝福他高朋满座，感谢，日进斗金。那大家就欢迎。预约我们027有官网在 IG 上面，他点进去以后，我们会有一个连结的 LINE， 嗯，对，然后在 LINE 里面就可以约的，对 ，LINE 进去就可以做连结，连结就可以预约每一位设计师对的时间，有没有？对，真的可以来试看看啊，就是看起来真的好像不敢进来了，因为真的他这太变态，他花那么多钱装潢，把它冲上去。最主要是能让大家可以体验到高级感，男人的那种浪漫的感觉。感谢你们，今天感谢我们徐乃宇，不是，哎他妈的，我都对你们太好了，还不是被你们弄的，我这脾气还不是被你们弄的，我错了吗？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填完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还不错、啊，差跟刚差很多。我们的人就是适合各种发型。那上面字卡说你怎么会有这种自信？欸、其实它蛮方便。你看这边就是南京东路嘛。南京东路。对，我看我还在想，然后旁边大昌北河嘛。嗯。哦，它、啊、就哎、欸、大昌北河这个巷子进来，它、啊、就那边进去有没有？就在这公园旁边呢、啊。停车也方便。对，停车也方便，我们就停那个。林森公园地下室走过来5分钟不到，而且我真的觉得没有想象那么贵，不是阿呆那种他妈的3300，然后寒吹，对，寒吹吹3000啊，洗家减300这样。因为你看现在小朋友阿呆，他上次说他弄个头发就4000多了呢，不是哦，他之前不是有一次头发染很浅还是怎样？对啊，阿奇价钱差不多呢，不是他算我便宜哦，是真的价钱就是这样几千块钱。哎，你要想有剪，真的又有洗，又有染，又有烫哦，我是4个都做全套。对啊，我出门容易做全套哎，你不知道吗？不然做半套哎，也是这样几千块钱。我觉得你现在出去外面随便一个他妈的快都，快都，快都那边哎，相反好不好？那种哎，哎嘛是要几百千啊，对不对？你洗剪吹染烫。也是要好几千啊，一定都要的。之前还有一些在中华东路那边，有些朋友会很糗啊。我还讲，我加加那是刘德华造型师，加一个15000，嚯、哦，干的，真的有吹哦。你有没有听过人家剪那种10000多的？有啊，去，干他加你都蛮贵块啊。可是我觉得片场有那个水准，可是他为什么不做那个，我很奇怪。我觉得他可以做高单价就好了。可是哦，你看他那个店就知道哦，真的同温层就是这样，会有一种他们在讲老男人的浪漫，可是我觉得那个不是浪漫，那个就是我们重视感觉大于金钱，对不对？你看以他的行销，他用抽象的隔板隔一隔，就一直接客一直剪就好了，每天剪他可以赚很多钱啊。
成本店租便宜就好了，他不用花那么多装潢费啊。没错，可是他就是想要那个地方看起来这样很舒服，自己心目中有一个梦想的蓝图嘛。像以前我开自己的店，我也会想说我开一间车行，然后我要把它弄得怎么样怎么样，虽然事与愿违啊，我们那边他妈跟 Costco 大卖场一样。我也希望弄得很漂亮很舒服啊，可是我们要那个地太大了，我真的负担不起啊。对我来说，我们要的那个地太大了，所以梦想要达到，我还有一段时间要努力啊，希望有生之年可以达到我的梦想。不过我觉得现在这样苟延残喘好像也不错啊。泰山，你有觉得现在苟延残喘应该也还可以？不错了。对啊，你他妈的要弄到更大还是更漂亮，搞不好压力更大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那以后看会变怎样啊？这个大家观众朋友可以去他们的官网 IG 预约起来哈，我们连结会打。哎，有空也可以约朋友来这边喝喝小酒，因为这边捷运站交通也方便。那下次见了，好啊，不服老三。对，妈的，按导站都导羊哦，好不好？导站的导羊，还没订阅的，我跟你讲，头发越来越少，好可怕！最后他妈秃掉，变跟克林一样，好可怕！看我评论，你有多少床就收多少钱啊？要不要？就把港湾赌了，让马钱掉，港湾赌啊！反正今天我今天我确实今天有啦有啦有啦。哎呦，没有，这样拿出来说，还是不要收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会不会太少啦？没关系啦，就三千啊，就一般也三千啊。对啊，蓝法没收这样的地方。对，蓝法多少钱？哎呦，不要说了，说完会争取了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蓝法2000多块这样子，不要再给了，不要啦，没关系啦。真的没关系，两千费宣传费用，宣传费用。哎呀，我还等你们的车呢。对啊，我在等你的车。完了，人情压力来了。我还是付一下你啊。不要，我就是要有这个人情压力。我就是要有人情压力，这样好。哎，这个多，这个2500可以买一台好车，值得吧？对啊。对啊，我记得啊，我也记得。当然，泰山有空可以车开过来。哦，好啊，说说的啦 ，OK 啊。ななみ八極拳 QTR 静かろん。